苹果都吃两口就没有了，他在吃小饼干呢。那边还有两个苹果，啊？苹果里内场有吗？这有肉有那个啥，有一片苹果切成了两块，一分为二了。这边还有两小块，你看那个，就那么大的。我就叫你大哥。嗯。是吧？有点小，他这边是坐着吃的，是吧？四粒儿，差不多吧，一点点儿。给啥吃啥，那还有啥办法吗？跟饼干呵呵差不多大小吧，苹果粒儿，对，是的，小苹果粒儿。叫大菠萝过来。哎呀呀呀呀！吃吧吃吧，宝贝。今天不是游客少，是咱来的早。一字马，呵呵。今天游客应该是10点半左右就全上来了。今天呢？嗯，10点半以后才有。谢谢他们，可爱的小奇迹送的纸鹤。多吃点啊！大家可以点点赞，分享直播间，把直播间分享，赞点起来。一字马比你的厉害，这个谜语说他的这个天天的一字马比他的厉害。什么粉丝？才艺粉丝。嗯，咱们都是有才有艺的才艺粉丝啊。点赞点不动啊，走哥。啊，对，点赞，别老看那个一字马。加油啊！这是天天，对，这是天天。天天大宝贝。淡然说了，这是天天有吃的，对的，你看看这边都是竹子啊。现在他吃的呢是小饼干，是一种饲料啊。天天加油啊！谢我安夜送的闪耀星辰，点到500万，点到500万啊！他胡说八道了，还是你看他带谁灯牌？我的六级了，故意的，没有被抬呀，抖哥没被抬呀。谢谢我丹丹姐。Susie，豆豆来了，我这都播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你才来，你来了，欢迎你。滴滴答滴答答答滴答，哇哦！谢谢我可乐姐。把榜给我站住了，各位啊！把赞冲起来，蹲人气票了，都呆住了。几点大宝，你们觉得好？谢谢我丹姐，么么哒。还没打呢，我在想，咱是9点到10点的嘛。嗯。谢谢。哎，走两步，走两步来个大劈叉。
小苹果。又打十点了，好。十点是五帝力哥，九点是易阳。谢谢各位。是不是这么吃，天天就不会刻板了？所以我就说嘛，他的状态越来越好。你们这是肉眼可见的，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啊，你们天天的陪伴。直播是高清吗？不是，可以安排。太清楚怕你难受，一看，因为我没见过那么高清的直播，你看清楚不清楚？清楚的打波清楚。谢谢我移民节。对不对？那天天有改善，那必然跟咱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就是咱们不停的这个陪伴，是不是？这个记录来的起的作用，不可能。对不对？直播间人数都没保障，你能做出什么事儿来？谢谢奔跑的姐。你们想几点？你们想几点打？九点、十点、十点、十一点？谢谢。我们是前线，是前线主播们的守护，让天天感受到了。太清楚了，方便姐，不是你的手机卡啊。谢谢各位。打九点到十点的，十点到十一点呢？还是有十点啊，好嘞。那大家就多陪伴会儿，正好今天多升升级。给你们发个福袋啊。左上角零一零，哎呦，谢谢小蕊送的鼻翼鸟。十点习惯了，好嘞。你们是属于啊，十点打完了，十一点就差不多，你们该睡觉了。把赞先点到500万啊！今天十点打吧，那还一会儿咱们九点可以看一看，什么状态啊？十点吧。太晚了，人少了。
九级十级的 VIP 走一走啊。咱们现在 VIP 多少人了？打完人跑一半，他们就睡觉了。11点钟，11点准备睡觉了。你现在就想睡了？连线吗？你是谁呀？不好意思，不连。你可以先加个 VIP 会员。哒哒哒滴哒哒滴哒。小星子说都行，1120位啊，会员可以可以可以。大家没入 VIP 的啊，入 VIP。我说话别人直播间听得很清楚，那必然的，不是聋子都能听得见。公共场合谁管谁，对吗？你哪位？谢谢支持，千万别停。哈哈，非得亮出点杀手锏。谁吐痰了？好聪明啊，是不是好聪明啊？小鸡鸡，行行行，我等会儿确定一下，等会儿确定一下，等一会儿确定啊。等一会儿问一下。小奇迹，谢谢我新竹星送的热水，谢谢，谢谢咱们紫玲儿。小奇迹，我给你们看看小奇迹的小手。哎，谢谢我泥鳅姐，谢谢咱们泥鳅姐姐的车，谢谢我雷送的热水，谢谢我泥鳅姐，谢谢我子凤姐。啊，咱有人证，他没有。谢谢咱们子凤姐。这有监控，来吧，今天就跟他好好掰头掰头。行，谢谢我泥鳅姐送的。不用，他以为纸鹤，以为你是美国。我要把那东西拿着。嗯，我要把那东西拿着。没事，一会儿你盯着那个就行。嗯，然后一会儿你全程的直播就行。哈哈，啊，不用小心，他都没理由。谢谢雷2023，因为长得不好看，别人歧视他，那哪有？都没不知道不认识他。谢谢王小雅的人气票，感谢支持。对，家人们还有15分钟。
谢谢什么的 PATTY 送的荧光棒。申请连线，请确认一下，不连线的，我不连麦的，不连麦，不连麦。谢我雷。怎么没有点关注？点点关注。咱们有加灯牌的家人们，加个灯牌啊，灯牌加一加，关注点一点。啊？你的东西在你身上了？在身上呢，没有那个吗？啊？没去呢，我就怕他不来。啊。两个号点儿，谢谢谢谢谢谢我泥鳅姐啊，是的，热水多喝热水，谢谢。写错了，不是连线，然后行，谢谢啊，我不连线的。哎，宝贝，宝贝要趴起来看一下那个池子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了。谢谢我雨桐姐，谢谢我雨桐姐的兔兔，谢谢咖啡妈妈的纸鹤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他喝水呢，天天在喝水，去喝水了。好的守望，遇见守望啊，感谢支持。谢奔跑。